成立二十多年的海宁同乡会，会员的父兄辈都来自法属时期越南北部之一的省份海宁。早期越南人逃难来到美国，受到教会家庭帮助，如今德州水患严重，将心比心，回馈社会。以后你有能力的话，帮助别人的话，你就帮助别人吧，那就是对我们的回报。是大家对我们持续的相信、扶持，哈。 那最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，大家在这边愿意吃素。啊，我们现在真的是，这个地球，你看我们这样连着热这么多天，其实有一点担心哦，我们这边会不会也真的像德州的灾难，谁都不知道。如果我们可以吃素的话，对我们的子子孙孙保护这个地球是非常好的。 职工们利用假期到超市去募，人人本具善心，皆有捐款救灾。看到我们跟这那个感恩的话，他好多个人都同时讲嘛，他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或这种事情。老板娘哈，她看了也很感动，她赶快出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，什么样的人物，让能够这样子布施给你们。Thank you very much. 与全美慈济人同步，波特兰的职工也上街募款。 小女孩指着宣传板问：“是不是水灾？”妈妈拿出她的零用钱，小女孩不买玩具，选择捐款助人，纯真善念，善行动人。大爱新闻，真是美职工，美国报道。